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今天呢，我们要种菜了啊，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海拔3500米的菜园里面啊，能种哪些菜。舅舅家的牦牛又下这个小牛了啊，就是这头牛又下牛了，又这个产这个牛仔了。现在就有三只了啊，你看这一个好调皮啊。这里有一条，这边又有一条，那头是刚刚产的，还很小。舅舅他们都开始种了啊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地好泡。第二个，舅妈挖的窝子啊，阿姨就丢种子，舅舅就在上面丢这个肥料。我们这个农家肥，今天种的是这个甜菜，萝卜就是拿来喂牛的，叶子的话就可以拿来喂猪。今天的天气也不行啊，感觉想下雪。两萝卜，两花白，白菜，白瓜嘞。二排过去不是就弄好白后了？我们姑婆也来了啊！就是全是你的西瓜啊，但是西大窝米饭烧的，西还是大碗粗根嘞。大黄这种大黄就是西大窝米饭烧，今天这点是，真都有点米油噶。看每一窝里面都丢的有这个农家肥，表弟那儿再挖个水沟啊，污盐水，把污盐水往这边排。看小牦牛在吃奶了。太萌了。进来喽！哎呀，他们两个跑到我们种菜这里面来了，靠，调皮调皮，看，看过来，把门开开，门开开，他还要回，还要刷一下。回来，种子不够啊，姑婆来找这个种子了。你看，我们今天种的就是这个甜菜，全是这样的。这个菠菜有点严格。现在要去吃饭了啊！